现在手机的照相摄影功能越来越强大，对影片编辑有兴趣的我一直渴望能够有一个管道可以学习如何把自己拍的照片及影片做一个编辑储存起来，给生活有一个精彩的回忆。恰好公司的公赖公告有手机课程可以上，当下立即询问了主管，如果我去上课，公司能够让我每次上课的时候都可以排休吗？主管回复可以的哦，所以我就立马报名了。上课之后呢，于真老师、明孝老师除了指导我们如何下载影片、编辑的 APP， 如何截取合法的音乐，也给了我们在拍摄上很不一样的观念哦。户外教学是很有趣的，但高雄的太阳啊实在太热情了，如果能够安排在下午的时段那就太好了。6月25号，哥哥的儿子结婚，我拍摄迎娶的过程，拍摄时不断的回想老师的教导，影片结果的呈现，侄子很满意也很开心，姑姑为他的人生大事留下美好的回忆。时间过得好快，课程即将结束，我是小茹，谢谢老师的教导，也很开心能够认识这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后会有期咯，拜拜。